Ella 过去总是呢有一点点像是可爱的中性打扮，像是个小男生。不过即将要升格当人妻的她，现在越来越有女人味了，这回大胆尝试半裸入镜。哇，在拍照，我在拍我的新 EP。戴着黑色蕾丝眼罩，她就是五月即将升格人妻的 Ella。 果然婚前越来越大胆，脱得一丝不挂，为了唱片封面半裸入镜，只靠双手护胸还有胸贴，性感指数破表。是有一种意境，然后让你掀开这个面纱，然后去看清楚我这个人，这样就是看夹了那种。Ella 努力展现性感，不是半裸就是只剩一件单薄的肉色内衣。眼看片场全部都是男性工作人员，造型师还贴身整理头发，担心的准老公赖思祥也特别来盯场，确定效果不错才安心。我说我要看，可是我看不清楚，因为我现在眼睛很模糊。不过 Ella 难得大尺度解放，两个好姐妹却不约而同的说还不够，露太少了。就是以我认识平常的她，这样算有点小气。两姐妹大爆料，就看未来有没有眼福能看到 Ella 更多的好身材。